身为高中国文老师，不论教育政策如何改变，我们的教学目标永远离不开阅读与写作两个面向。通过阅读，学生可以上游古人，吸取前人的经验与智慧；透过写作，学生可以表达自己的看法，与他人沟通。而在国内外学者专家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在阅读中学习写作乃是写作教学的不二法门。因此，在这一次的教学实验当中，我们就做这样的一个设计。基于台湾已进入公民社会，我们的学生不必每一位都成为大作家，但是他们必须有条理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与意见。因此，这一次的设计重点，第一个，我们就希望他能够拟定大纲，学会架构。穿越阅读的写作课，晚游六桥待月记。本次教学进行为两节课，共分为五个单元。第一个单元是佳作观摩与对话。教学目标第一个是希望学生能够理解繁木木，也就是总论、分论、分论的结构仿作。第二个，希望学生在观摩短文上学途中的佳作中，能够发现同学们不同的审美趣味。我们在上一堂课做了结构仿作的练习，对不对？对。那在那个练习当中，我们归纳出有几篇文章，它都是用繁木木的结构来写。比如说我们国中学过的那一篇沈牧的儿时记叙，对不对？写他去观察渺小唯物，然后得到的一些乐趣。好，那还有呢，就是蒋勋先生的山盟，写他小时候怎么去亲近山，对不对？好，那再来就是我们这一次教的这一课晚游六桥待月记。好，那袁宏道用这一个繁木木的结构来写，哎，他在春天的时候来到了西湖，然后看到了哪些美景，还有呢，最后他希望等待月色的那个心情，对不对？好，那归纳完之后呢，我们也仿照了这个繁木木的结构，我们写了一篇你在上下学途中看到的景象，对不对？对。好，接下来来，首先我们要进行佳作的观摩哈。现在每一个小组有发下一篇佳作，对不对？对。对哈。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用小组讨论的方式，请你来阅读这篇同学的佳作，然后呢为他写上一些建议跟评语。好，等一下十分钟过后，好，我们呢就要请各小组的同学上来分享。都修辞优美，不要算是利益那边吗？就他的心情转变。那我不知道天空中蓝色嘛，反正就衣服其实可以增添一些感觉，而且它不是太小，应该其实是字太多了，写不下去。第一堂课，的课前引导学习单。它让我们了解了繁木木的结构，然后相较于国中的不同是，不再只是丢下一个题目，然后让同学自由发挥，而是让我们在结构的技巧运用上有更深入的了解。同学分享作品，可以看看别人是怎么写的，看看别人的优点，以及提供自己一个参考的方向。我们这次写的是钟炳明的感受，他的节目是一个繁三个木，然后他的优点我们写了两个，第一个是将红绿灯拟人化使文章更生动，第二个是巧妙运用场景而带出自己的心情。他的优点有就是遣词很优美，然后就是很有意境，意境深远，然后还有就是他的整篇都呼应到他的主题是雨过天晴。单元是以美的触发为主的写作引导，根据差异化教学的精神以及多元智慧的概念，我们在引导学生美的意识时，尝试提供音乐、影像、图片等多元媒材，并且尽可能地贴近他们的生活经验，希望可以提供更宽广的取材面向，
让写作更充实。在这里，我们使用了国艺会行销台南以及平镇高中学生自制的毕业歌曲影片作为美的一个触发媒介，也使用老师制作的校园景物 PPT， 说明美的多样性以及美离我们并不远。希望借由这样的引导方式，可以让学生从生活周遭领略美，也以细腻的眼光发掘美。如果它美，你觉得它美，它哪美在哪里？颜色。哎，很棒，颜色。虽然都是落叶，可是呢，颜色有深浅浓淡不同，对不对？好，大自然的神奇变化。好，这是哪里？喜欢的部分就是美的引导这个部分，这时候老师放了影片还有一些音乐，就让我们看到从一些平凡的事物中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美，然后也希望有更多这样的范例可以来激发自己对美的感受。那在这个时候呢，也是第一节课的结束时间，学生可以利用下课时间用手机到校园当中捕捉美景，那作为下一节课写作练习的使用。我用搭肩就好，这个搭肩。第二节课的开始是第三个单元取材与立意的练习。我们的教学目标是希望学生可以从校园当中捕捉美景，并且口说分享心中的美感，以扩大取材的视角。以下可以分为取材和立意来做说明。取材的部分要请学生分享取材的地点、角度，并且说明这样子的材料要怎么放到架构当中。立意的部分是请学生讨论为什么所选择的校园景物是美的，用这个来作为写作的论据还有主旨。那只要主旨跟材料都确认了，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个阶段的写作练习。如果你认为你认为你在上一篇的文章里面，你对那个樊木木的架构掌握的还不是很稳健，你需要呢有老师帮忙引导的话，好，你就请坐到第一步来，好，坐到前面来，坐到前面来。好，那如果呢你先前的那篇文章的练习，好，老师呢的批阅上面已经呢给你在架构地方勾选是加，好，很 OK 了，你可以直接写作的，好，就请你们到第二组。好，这样可以吗？可以，可以哦。好，那现在带着你的那个纸笔然后移动座位。接下来我们进行的是第四单元写作教学。在这个第四单元的过程当中，我们呢运用之前写过的上学途中这一篇文章，将学生呢分成两个组别。第一个组别是直接仿作组，第二个组别呢是补救仿作组。在这一个直接仿作组过程当中，我们希望他能够在樊木木的结构之外，同时呢注意到立意取材，逐步的完成校园美感的铺陈。那在补救仿作组过程当中呢，希望学生透过补救仿作引导学习单的引导，能够逐步的完成选取材料、组织段落大纲，依据段落大纲来写作，然后看出说补救教学的实际成效是如何，然后你把它按照你觉得美最是美最美的这个程度。好，那这个第一段他就说要先走去分析。在这一个作品当中呢，你选一篇你认为他写的最好的文章，然后把那个贴纸贴在稿纸上面空白栏的地方。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第五单元，作品互评与分享。在教学流程的进行过程当中，我们请学生从两组挑选出了一篇佳作，请学生朗读出来，希望透过他的朗读能够鼓励立意取材较佳的学生。另外一方面，
在补救坊做组当中，已挑选出一篇进步比较多的学生。透过学生的朗读，我们可以了解前后补救教学之后真正达到了实效为何。你会发现绿光森林的光线美，天桥的层次美，和篮球场那似乎残留着一丝浮力的气味。绿光森林中总透露着一种文艺感，仿佛当你身处在其中，就会有源源不绝的灵感涌出。可是当你放慢脚步，用眼睛看，用心去听，会发现那曾令你感到单调烦闷的周遭景物，在你注目之下有了新的色彩。微风徐徐，气温开始回暖，这是春的气息。从教室里往外看，桃花心木的叶子随着风旋转飘落，洒落在还稍些因露水而湿润的土壤中。是因为就这一次的引导中有写一张学习单，让我更了解这整个结构的内容，然后可以很有脉络的去依循这个系统去写出我这一次的文章。就是我最喜欢的就是老师教我们樊木木这个写作结构这个部分，因为像我以前小时候写作文完全就是题目看到然后完全没有头绪，然后都不知道怎么写啊。可是现在老师教了这个结构以后，让我觉得写作其实好像没有那么难。我觉得就是多学了一种架构，让我觉得自己多了一项工具，然后在日后碰上写作的时候，就是多了一种选择，然后可以拿出来用，帮助自己文章写得更好。以前我对于写作的想法是说起承转合这四个步骤做好就好了，可是老师的带领下，他觉得樊木木其实也没有那么难，你只要跟着条理这样一步一步慢慢写下去，就是会比较顺。然后也经过这次的课程，我对于取材方面、结构方面就会比较容易去掌握，然后对于文章的敏感度会就是抓得比较好。对我跟我的学生来说，这是一次写作跟阅读充分结合的一次经验。在阅读理解部分，宛游六桥带乐器这一课，我们仍旧是采用阅读学习单的方式来进行。由于先前我们在上《桃花源记》以及《宫之桥》的梁同这两篇文章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进行过提问练习这方面的训练了。所以呢，孩子们在这一次的提问的这个操作过程当中呢，显得比较纯熟，而且呢，在分析文本以及思考的这两方面的能力也有所进步。其次呢，从阅读延伸到写作这个部分，在写作练习上，我发现孩子们在樊木木架构的引导之下，他们的表达变得比较有条理了。而我也相信这方面的能力，这样的训练对现今习惯在网络上搜寻资讯，然后用剪贴拼凑的方式完成文章的孩子来说，是相当基础而且重要的。